在45年以前，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以前，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家族都是上千亿啊，对吧？上千亿啊。第二个就是其个亿未必反映呢真实的贪腐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贪官的认罪定罪都是有一个交易的，这个交易就是说呢，上面希望有这么一个数字。什么叫上面希望有这个数字啊？19大以来，这个中纪委就没抓几个贪官，也就是没有几个大案。你抓这个什么人大副主任呐、什么政协副主席啊，对大家来讲没有什么刺激性，对不对？没什么刺激性。那么呢，这个你不同为一个案子的集合一下，哎，你们反腐败还在进行，好像是不太啊有利。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他们把赵仲荣的这个数字啊，把它扩大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希望这么一个大的数字来惩罚赵仲荣。大家天底下都知道，惩罚赵仲荣就是习近平要借助这个所谓的秦岭别墅案，你不听我的 ，OK， 我就往死里把你整死。那整死你呢？你现在这个金额不行了啊，搞个几千万，那也不足以判你个啊终身监禁甚至死缓。我需要这么一个大的数字啊，把你这个治罪啊治罪。所以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七亿的这个数字啊，你有什么样的解读啊？刚才这是我的一个主观的解读啊。这个赵振勇这个案子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能够公布的啊，都不是大数，都不算大数字，对不对啊？大的就不公布了啊，能够公布的，你刚才从这个中共这个防腐的这些势力能够看见，他有一些人的判刑的时候，他公布你的数字啊，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公布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啊，有一些人根本完全不公布的，朱永康是公布了，陈东海是公布了，对不对啊？这个云南的那个省委书记姓白的那个白恩培也公布了啊。那么这个赵振勇啊也公布了啊，那么应该是现在官方公布的数字最大的一个啊，7亿，对不对啊？白恩培好像是4亿，好像多少吧？一共是这么多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赵振勇的事情呢，他的这个问题呢啊，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啊，要我们麻烦你坐起来一点点好吗？坐起来。对对对，你坐得太近了，然后那个形象太小了，你得要形象大一点，你好像仰到后面去了。对，你坐这一点，你那个镜头调的不对。好了，这个位置可以吧？对，你不要仰到后面，你人再请准一大一点，大一点，有一点太小了，越小了，对，好，这样可以吧，导播？可以，就只能是这样了，没有办法做根本性的调整了。好，我们导播说可以吧？你还是把你的镜头调一下，不过放心，很快就要上班了。这个网友说我掉到井里了，救救小平，确实是要救救小平啊，谢谢啊。赵振勇这个案子啊，用我来说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一个典型，对不对啊？因为不管这个赵振勇，你是一个干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你被政治上定为两面人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今天这样一个下场。那么剩下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法律上怎么治理的问题啊。那么法律上怎么治理呢？你在这里面有一点主观能动性。什么叫主观能动性呢？你如果配合组织啊，那么我们判你的时候呢啊，可以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之间我给你做一个商量，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啊，在最初的时候呢啊，陈东海他的贪腐啊，他的贪污啊，那是可能判死刑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陈东海那个贪污 1.9 个亿啊，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那是必定要杀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你把陈东海啊要审判的时候，陈东海很显然的知道，就是稍微问一下律师，他就要死，他要被枪毙了，对不对？但是陈东海的那个律师呢是非常尽职的啊，陈东海的律师，但我们要说陈亮宇啊，同一个律师，对不对啊？
他是非常尽职的，他就为这个陈东海呢找了几十份证据，啊，证明陈东海贪污的那个1.9亿里面呢有1.4亿，算不上数，不能算。那么1.9亿减去1.4亿之后呢，只剩5000万了。那么这时候陈东海就死不了嘛，对不对啊？那么当局呢，实际上陈东海这个事情呢，里头没有很大的政治斗争，因此这个东西有商量的一个余地。那么在陈东，我看的那个情节啊，这是很真实的故事啊。陈东海在被宣判，在被审判前一天啊，然后就被把这个律师叫去，被叫去干嘛呢？说要这个律师把那里面收集到的啊，证明他1.4个亿不算的那个钱呢，全部从那里头这些证据全部撤除。啊，陈东海说啊，虽然这些东西在法庭上不能用啊，我要你撤掉，但是呢，当局似乎愿意接受你收集的这个证据里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对吧？那么你最后把这些证据拿到法庭上去辩论的话，当局不好看，因此呢，就陈东海就要律师啊，你自己悄悄地把这些材料全部都给我撤了啊。那么最后当局呢不判我死刑啊，达成了这么一种交易之后呢，那么最后陈东海和律师之间啊见面就把对陈东海有利的那部分证据全部抹下去啊，那么最后呢还是1.9亿，但是呢也不判陈东海死刑了，就判了个死缓，这就是陈东海的这个案件勾兑的这个内幕，啊，就这么勾出来的。那么这个赵振勇这个事情呢，现在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麻烦啊，你政治上首先被贴上了这个两面人的这个标签啊，那么法律上怎么样来治理，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共政治的这种啊翻脸无情啊，那是见得出了名的啊。赵永镇在这个离开陕西省委书记的位置上的时候，你看党和政府给他什么评价呢？啊，立场坚定，领导经验丰富，作风务实正派，忠诚党的事业，对陕西人民情感深厚啊。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有力，多年以来坚强党性、坦诚的作风、担当的精神，为全省做了大量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啊！陕西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发展局面，赵振勇同志功不可没。对此，全省人民不会忘记，陕西历史不会忘记。啊，这是官方对赵振勇的评价呀，但是，后面中纪委查这个赵振勇的时候，这话变成了什么呢？赵振勇严重败坏了陕西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其恶劣，这都是共产党啊给他下的标，下的评价，对不对啊？只是两个共产党不一样而已，对不对？这只是两个共产党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两个共产党时代，就是两个赵振勇，啊，一个是功臣，啊，一个是罪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7个亿，这个7个亿啊，绝对足以治他用这个注释法给他注释死刑的。那人到了这样一个份上，你说我有什么罪，我就有什么罪，啊，你要我怎么认罪，我就会认什么罪。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个法律审判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在现在讨论赵振勇啊贪污了多少钱，一点意义没有。你从陈良勇的案件，再到这个陈同海的案件，你可以知道，这种政治黑幕之下，给你定制任何罪名，你都不是想象啊，那都是现实。剩下的就是赵发奇现在只唯一关注的是这位先生还能不能，不是赵发奇啊，是这个赵振勇先生还能不能保一条命的问题。这是你我觉们得现有在，可能判他死刑吗？那当然可能，7个亿就是要以死刑威胁他嘛。嗯，对啊，不是这个死刑是死缓还是真的死刑？真死刑啊，真的是死刑啊，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没有杀个人了，对不对啊？陕西这个事情闹那么大啊，习近平要不杀个人的话，我估计不能号令天下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谁啊？这个赵振宇面临一个死刑的威胁的问题，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说啊，当面团你怎么揉都行啊，我怎么都行啊，不上诉
啊，不去什么，最好留一条命，它甚至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它就是在死刑和死缓之间甄别的问题了。就这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时候讨论他贪污多少个亿，我就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检举这个赵正，这个姓赵的，这个赵华奇。这个老赵他是最早检举赵正勇的。对不对啊？如果有是非的话，现在赵正勇这个结局了，赵发奇应该是立功的呀。可是他现在，赵发奇现在是跟崔永元那个事情沾了边之后，到现在人都不见人了，哪里去了？这还是黑幕啊！赵正勇都法办了，他是大功臣啊。当年赵发奇检举赵正勇的时候，谁还知道啊？对不对呀？还有人们算账。陕西秦岭这个事情，这个别墅这个事情，建了多少年啊？前后跨度十几年啊！这个赵正勇也就是14年到16年这几年，但前后4年左右在那当书记，对不对啊？在这之前都那些人都干嘛去了？所以说啊，逮到这个赵正勇啊，倒霉，对不对？在政治上你一数时间线，大家都清楚。他就是这个在对习近平的这个批示的问题上。说他没有去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啊，对，他只是批示批下去，说他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传大学，这就是就中国媒体报道啊，习近平这个批示啊，14年5月13号，习近平批示之后啊，陕西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啊，接到这个批示之后呢，没有进行。在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简单的批示省委督察室会同西安市委尽快查清，向中央报述材料。这就是他说他的问题啊，埋下了隐患。这是中国的媒体报道的呀。那么我们现在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要追究，我们要想了解赵正勇先生这个案子里面的事实。过20年再说吧，现在是不会有事实的，有趣的是，赵正荣这个案子呢，跟现在在台上的一些人呢，有一些关联。我先不要说他们案情有什么关联，你刚才讲了，秦岭别墅案这个跨度有这么长时间，那这些领导人是谁呢？那么这些领导人和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胡和平算不算？栗战书算不算？现在李希算不算？赵乐际算不算呢？对啊，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间，作为一个班上的人，一个常委班子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责任呢？指使魏秉州，指使这个赵正荣吗？很显然大家不是这么认知嘛。但是就是借他的人头一用啊，借他人头一用。你说能真威慑到天下吧？我觉得也未必，对吧？大家都知道这回事，而且拖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事情也变得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力。我看了这个奇异数字出来啊，这个社交媒体也没有谁人心惶诚，对吧？是啊，你说现在哪个党的干部贪污了1000个亿？你说老百姓会同吗？你说贪污了1万个亿，也许可能有人沸腾啊！人的钱那么多，你说弄个100亿、1000亿，那估计中国人都不觉得没用。那是中国告诉你，很多中国人说：“哦，我怎么没那么厉害？我怎么不能弄那么多？”现在中国人的舆论是这样啊！所以7个亿激不起人们的愤怒。什么愤怒？中国人现在还有愤怒吗？你也真是的。但是今天陈良宇这个事情出来啊，我也不知道真和假呀。但是大家还是特别的关心，因为很多人认为陈良宇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存在的权力斗争，因为判他刑的金额好像在几十万人民币，对吧？他不好意思拿出来，然后他的这个主要的罪行是挪用什么社保基金，这个社保基金是市场化，是一个正常国家处理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正常做法，也不能把钱全部放在银行嘛。放在银行，按照现在的货币贬值下去，那你不是越来越没有了吗？
你只有投入市场的浮的比较好的收益，才是这个社保基金它需要做的事情。那么陈良宇当时做的时候违反了这个党的纪律，那你也就是给予一个批评和指正就可以了，把这样一个行为变成他个人的罪责，大家很喜欢，就是认为这个里面就是有猫腻。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猫腻啊，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啊，这个陈良宇啊，对这个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啊，他不理解，他认为上海应该利用现在的这种高速发展的机会啊，借势而为啊，上一个更好的台阶。你其他地方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上海不需要，因为上海具有它的独特性，而且确确实实在陈良宇的领导之下，上海那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啊，高速增长，所以造成今天很多上海的市民都觉得陈良宇是有能力，陈良宇跟上海办了大事情，而且陈良宇呢是有一些社会的危机，在他的手下还处理的比较的啊这个妥善。所以上海人的对这个陈良宇啊普遍有一种好感，对温家宝和啊胡锦涛在这个行为中间拉下这个陈良宇啊有一点不解。但是这个为什么不解呢？有人就理解成为啊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拉这个啊这个陈良宇来为他们个人建立权威。哎，这就很奇怪了，当时的江泽民身体还可以，不是那么糟糕，他怎么会隐忍一个胡锦涛温家宝把他拉下这个陈良宇呢？那现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实际上涉及了上海帮的内斗，当这个陈良宇拉到上海市长的时候，市委书记的时候，上海另外一些人失去了机会，比如说当时的龚学平，尤其是孟静柱啊，听说是因为跟陈良宇的竞争失败就去了这个江西。但是上海帮的这个内乱里面呢，有人就跟江泽民报告说，这个陈良宇啊个性越来越强啊，胆子越来越大，不把江当回事，听说就是江在这个身体的啊问题上面，这个陈良宇没有及时的给予照顾，所以使这个江泽民感觉到，哎，这条狗啊养了几年，哎，突然之间他不听我使唤了。还有一个就是呢，黄居当时身体很不好，黄居在上海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因为他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已经是这个常务副总理，但是他身体不好，别人对这个上海啊，这个原来黄居站在陈良宇这一边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居都不满，就利用这个机会给爆发出来啊。因为黄居后来他自己的秘书王玉公也被判刑，然后一路就把陈良宇给撸下了，撸下陈良宇以后啊，新上来的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如这个陈良宇，当然陈良宇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高速的阶段，后来要做也不是那么好做了，但是整体来讲那个魄力啊能力都表现出来不如这个陈良宇。所以今天听说陈良宇是他是判了18年吧，18年他是啊，然后减刑6年，所以算起来了，网友们呢是今天啊是会到他离开秦城监狱的日子，所以他的夫人黄毅林呢跑去接他，但是这种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印证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消息没有。我也是看到，实际上这个香港的这个对陈良宇这个案件的报道呢，来自于社交媒体，这个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对，所以说啊。我对这个，因为这个新闻的这个报道嘛，我就觉得就有问题，就不专业啊。陈良宇在狱中表现良好，决定减刑6年啊，这是不对的。这个没有一次减刑6年的啊，所以这个写这新闻的绝对是外行。这个减刑是有规定的，对不对啊？你像我，你法律上的这个规定叫减刑，他判了18年，对不对啊？他至少要服刑1/2，他至少要服刑二分之一，那么就是9年，对不对啊？那么呢，他是这个服刑啊他是判刑10年以上的，对不对啊？那么一次减刑不超过
2年啊，这个一次减2到3年啊，对，可以一次减2到3年。所以说啊，如果说前后减刑6年，这还说得过去啊。就是他减刑6年，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笼统的，每次不能减刑超过3年，是吧？不能够超过这个最高3年啊。嗯，那么呢，减了2到3年之后呢，你下次再减刑的话呢，陈良宇呢，中间要间隔2年，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么算的话，他如果前后几次减刑6年还说得过去，但是你就说他减刑6年啊，这个报道来说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在法律的这个理论上，这个陈良宇啊，前后一共被减刑6年啊，这是可能的啊，因为这个。陈良宇这个先生啊，在法庭审判的时候啊，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啊。他关在擎天监狱，然后那个他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广西的那个后来被注射死刑那个叫什么来着？陈克杰，对，是一路货啊。这个陈克杰啊，他当年给他关到监狱之后呢，他觉得他是组织的人嘛，就是组织上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说组织不会冤枉我的啊。啊，所以组织说他什么，他都是认。陈良宇给他关到擎天监狱的时候呢，他也是，他说啊，我想不通啊，但是呢，既然组织说我有问题，那么我肯定有问题啊。他是这么一种态度在擎天监狱里面待着的啊。后来陈克杰先生意识到不能这么相信组织是什么时候呢？等他把所有的竹筒倒豆都倒完了之后呢，最后党和政府要判他死刑，他说这个党和政府怎么对我这样啊？再开始把原来东西重新翻供，这个时候党和政府就对他格外的生气，最后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实际上按陈克杰先生当年那点罪，就判个死刑是绝对是太过分了，对不对啊？那一点钱跟今天比算什么呀？远远不算。可是那时候就把陈克杰给杀了啊！这就是因为陈克杰刚开始就相信组织，什么东西都往外倒啊，钱的事啊，女人的事啊。官场的事，这个陈良宇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啊，起诉他3个罪啊，一共起诉他3个罪，等一审判下来的时候呢，摸掉了一个罪，把他的玩忽职守罪给抹掉了啊，就是说他受贿和滥用职权是这2个罪给他来了18年，对不对啊？那么说实在话。通过律师的辩护能够拿掉一个罪，这已经是奇迹了啊，已经是奇迹了，对不对？最后判了2个罪，那么这个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呢，可能就是定位为这个他这个挪用社保基金啊，这个社保基金啊，当然我们从他的这个实质上来说，就是陈良宇不愿意把这个钱放在那儿，不去让他去生钱，对不对啊？他把他。挪给了人民日报下面的这个一家公司，然后呢，这个他是有当时是有担保的呀，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挪走之后呢，那时候就是这个基金的增值能保到6%，这个比把这个钱放在银行带来的这个收获大得多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是挪用的这笔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这是追问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你实际上如果当时从没有政治背景的话，挪用就挪用了，对不对啊？那不追究他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因为他办的实际上是实事是好事情嘛，对不对啊？可以不追究的。可是当时情况下，真正的就给他追究了，这是一个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滥用职权肯定跟这个有关系。那么受贿罪这一条呢，我看到法庭上辩论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弟弟以权谋私的问题。但是这个陈良宇先生的律师啊，还想为他辩论辩护。后来陈良宇说：“你别辩了这个事情呢，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就打住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可能唯一的这个实打实的犯罪的问题呢，可能就是受贿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弟弟的问题受贿就是这么点事儿，对不对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他自己。”受贿多少钱？我估计也就是跟这个当年陈锡同先生那个案子一样那么点钱最后也没收多少钱，但是最后呢，
政治上的需要要对你进行审判，那么就没办法对，就只能是这样啊。陈良宇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说呀，这里头充满着政治斗争啊，可是呢，从我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政治斗争呢，一般的是黑箱作业的多，但是陈良宇的这个案件呢，根据他的律师啊这个透露的情况来看呢，当局的这个透明度是史无前例的高的啊，会见啊这个辩护和这个复制案卷，用他的律师来说史无前例的透明啊，你要见你去见没问题。那个律师说他说他全部为贪官大贪官辩护，一般的见是不允许的啊，但是你见陈良宇秦城监狱见想见就可以，前后见了好几次，对不对啊？你要把那些卷宗复印下来问那个检察官可不可以，法院可不可以，说随便你复印吧，全部复印出去，不可以啊。在法庭上也没有出现这个陈东海那样的勾兑事件，所以这个律师就讲了，他说这个陈良宇的案件自己的透明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说从所有的这个辩护情况来看，这是只是特例啊。所以啊，要把这个陈良宇案件里面的这种黑幕和他的这种透明的形成反差，要一起来考虑是怎么回事啊。这里就是有时候是解不开的，嗯。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王全章为了自己请一个律师，对不对啊？跟当局发生了很长时间的较量，但是陈良宇的夫人在上海，他绕过上海的律师，一定要到北京来请律师啊。这黄一鸣他是自己打电话找这个律师请律师的，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老公做辩护？但是这个律师听到就是你是不是骗子啊？你怎么可能就像这个古丽萍给你打电话一样，你也不觉得那怎么丁继化的夫人古丽萍要给你和平打电话呢？当年陈良宇的夫人黄一鸣给这个陈良宇的辩护律师打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他们相信是不是个骗子，不相信，后来确认之后说你来吧啊。后来陈良宇的夫人到这个北京来委托律师做辩护，实际上当局在这个过程中呢都没有阻拦他，没有对他进行任何阻拦，尽管上海也有很多人推荐做律师啊，也有都没有阻拦。所以啊，这个陈良宇案件里从头到尾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不能理解的一些问题。那么最后就是陈良宇他也不上诉啊，他也不上诉，他就是那么你判我就判了，我就这样。所以说陈良宇应该说从头到尾态度是不错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关在秦城监狱，然后西装革履的啊，他也不穿囚服。秦城监狱那地方啊，你是可以不穿囚服的啊。这个我呢，当年呢，我也可以不穿囚服。杨冠三啊，后来看我穿的囚服啊，赶紧跟我们朋友跟他说，陈小平在里头没衣服穿，穿的那个监狱的囚服啊。实际上我就觉得方便啊，那囚服从上往下一套，出去散步方便嘛，那么往外一脱，跑步就是了，对不对啊？那我可以不穿囚服啊。所以秦城监狱里头，他有囚服和你穿自己衣服的一种选择。在冠三在里头，杨冠三就不穿囚服，对不对啊？对，他就不穿囚服，但是他看到我穿囚服，因为我们俩有时碰上了嘛，对不对啊？啊，因为他有时候放风的时候，他不警卫有一点疏忽，就让我们前后出来的人呢、啊，就时间差就没弄好，就能互相看见啊，看见我穿了一身囚服出来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嗯。所以这个我估计陈良宇在里面穿自己的衣服，他不穿囚服，应该是秦城的一个啊政策啊，你可以不穿，不是这个所有人的待遇是这样，嗯，是这个情况。所以当然那个也有人说他参照了这个谁啊？啊，陈希同的待遇，陈希同在秦城监狱是没有坐满的啊。后来把监狱从秦城移到了外面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啊，这个后面那个高宇女士啊透露的这个张思之律师的这个信息啊，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陈希同后来就没有在秦城监狱坐下去啊，给他弄到了这个外面。那么我听说的是陈良宇是在监狱坐完了啊，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用陈希同的方式把他们到外面去招待所去住啊，有的说住在宁波，他不愿意，他想住在宁波啊，去还有跟那余振生谈了啊，余振生还去看他，说是有这么一种报道啊，然后说我想去宁波，您的时候你余振生说不行，不能去宁波，那么给你安排去杭州啊，让你住在杭州住招待所，把剩下的这个刑期做满，好像这个消息不确切，但是
如果18年减6年，那么呢这个徒刑呢，这个理论上是成立的啊，但是因为陈良宇在里面减刑的这个信息呢没有公开化，所以人们只是猜啊，但是在理论上18年坐一半，坐9年，最后在这个期间减了6年徒刑，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目前这个消息没有被官方所确认是真实的，它只是来自于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所以我们可以再等等。嗯，您刚才讲到那个案件里面，实际上律师认为是应该辩护的，应该上诉的。那么律师的什么理由你还记得吗？他没，就是陈良宇说不要上诉了。嗯，是啊，我知道陈良宇说不要上诉了，但是律师认为是把你太重了，是不是？对，律师是认为那个太重。那你觉得他这种罪行应该判多少年呢？他当然是这个，他这个玩忽职守的话，说实在话，这应该是极其轻微啊，对不对啊？那受贿罪，我估计陈良宇受贿也是很低的，陈良宇最多3年，如果要判刑的话，我觉得最多3年，甚至于如果你这个啊，如果真的是一个爱护党的干部这个角度啊，缓刑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要给他判这么重呢？那就不是这，所以说你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些问题啊，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些问题，陈良宇的这个罪绝对到不了18年。就像陈希同那个罪啊，绝对到不了多少16年这样一个问题，到不了。这是法律之外的因素在解释。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只是借这个传闻来重新检视这个啊陈良宇这个案子，而并不是确认他是被放了还是没有被释放啊。没法确认，对，现在没法确认。我只是说法律上如果说他减刑前后减刑6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因为没有信息公开，我们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减个刑。但是呢，确实是官方有报了，就是在陈良宇案件中相关的那些人士，大部分人都被，很多人被减刑啊，这也有媒体报道的，但是从来没有陈良宇这个案子的减刑的报道，我没看到。好像现在这种减刑在网上可以查到吧？这个东西都是信息可以公开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法律说了算的这个国家，对不对啊？所以说很多东西你觉得应该可以知道，但是你就是不让你知道，那你是一点辙都没有。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同时在民间电视、民间合拍进行联播，因为呢，现在你碰得不好，你就会被压缩这个流量。我们今天在民间电视的流量压缩得非常厉害，所以很多网友都看不到我们直播的内容。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还会放在网上，大家可以来在网上再重新来看，然后我们也会根据话题啊，一个一个来剪成片段。现在我们的后台的朋友网友啊，有人愿意讲话吗？有什么问题要问陈小平博士的吗？我没有看到举手的啊。确实是我们今天的流量这个史无前例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哦。你说是压缩流量？他就给你把流量给压缩，所以我们当时为了做了一个备用方案，同时在虎派里面播放。虎派现在还可以吧，是1400还是1500啊？这